靠北班族为什么会来入场这个站？大庆说他在124.5公里处，但是那明明就是 7-11 啊。啊，这是明明要开到苗二一啊，那我就一直开，想说大庆应该是在山上停下，就开到这里。谁知道他在向天武就弃赛了？对，我太瞧得起他了，他路标都乱报，战神啊！喝醉了吧？没有，我叫他发坐标给我，他也不发，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手机，这个对哦。对越野跑者来讲是个大忌，战神呐、啊！战神在向天武就想说休息好了。那靠北班主为何没跑？我内分泌失调啊！内分泌失调。我别这样，我现在已经可以跑均速，不要再逼我。也就是说，靠北班主本来可以在家里，但是他能够来这里已经算不错了。没错，算是复健有点成功，可以外出了，可以外出了。气散神兽，嘲笑鸡，闹赛鸡，靠北班主的伴手礼，闹赛鸡，现在是怎样？怎样？神兽，一口气三亿飞行了。绕赛机又现身。